杨玄子，叫错人了。哎，不是，可能你。阿来，惊现接球是什么东西？我刚刚真的以为要丢球了，吓死我了。你跑太快了，有点慌。把嘴唇亲啊！他不是要猛，我不敢动了，不敢调位置。你可以调，你调来吧。哦吼！这个就比较真实了。这相机是不是你的？哎，来，胖吃胖的，咱俩喝咱俩的啊！来，谢谢，欢迎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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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来来来，干！哎，这，来，新年快乐啊！谁说像大哥的老师就不像老师？谁都想要高中时期有一个这样的老师。都给我清醒着点！虽然他很严厉，但是他会保护自己的学生。我理解的刘江应该是很真实的，他的跟学生的相处，其实他都很真情实感。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但是男生和女生之间吧，有时候还是得保持点距离。你呀，就别为难孩子了，你在这刨根问底的，你这要干嘛呀？因为原先的丁蟹很胆小自卑嘛，不知道该怎么去相处。对呀，你怎么来我们这层啊？不是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？在爸爸的眼中，女儿嘛，就是爸爸的小棉袄。作为父亲来讲，一直是扮演了懂丁蟹的这么一个角色。他为什么会早熟？是他要照顾妈妈，所以他爸又经常没有在家，所以他就要承担起家里面这个男人的重任。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，都会成为我们青春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我感觉青春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有年龄的限制，新鲜的去接受身边的事物，这样大家永远都会很青春。青春是一场华丽的冒险，这场冒险我通过了。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曾经那些让你哭的事情，可能你最后总会一笑置之的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少年。Round one。大大二大三。
大家喊一下，勇往直前，决胜大马。哦吼！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。丁宪，哇！我你干嘛？你怎么突然这么快啊？你要前面，我见到红灯都黑黑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。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。